7月12日，张彬彬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官宣与嘉兴传媒合约到期，并配文相伴10年，一路同心，感恩嘉兴传媒一直以来对我的爱护和栽培，也谢谢你们在我说男孩长大了想出去闯一闯的时候支持尊重我的选择，以后我会常回家看看，也相信我们都会越来越好，未来我也会不忘初心继续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张彬彬感谢嘉兴对自己的栽培，而且嘉兴官媒也是在下方评论对他的离开表示祝福，希望他能越来越好，欢迎常回家看看。而张彬彬不再和嘉兴续约确实令人意想不到，两者以前的合作就非常的好，张彬彬在嘉兴拿到的资源也是相当不错的，在和嘉兴合作的期间，作为艺人的他在公司的大力帮助下获得了更高的人气与广大的粉丝群体，在公司期间参与拍摄了《私藏》等众多热播剧，大受好评，而且他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资源也更广了，并且他还有好几部未播剧在手，最后也祝他能够独自闯出一番事业，未来能带给大家更多优秀作品。